fashiontimes.hk。你几年入行啊，阿多？八六八七度啦，八六啊。喂，咁啊好夸张喎，嗰个入息差距争好远。我八八，即系你牛佬已经三起嘅。即系嗰阵你一齐翻工，你系八百一个月八百蚊人工。系啊，牛佬就三四万蚊。系啊，跟住然之后有啲助理就萬几二万蚊，而普遍喺街上面打工仔咧就三四千蚊。佢嗰阵时啊，讲埋啊，佢嗰阵时叫我买外卖啊，买萝卜糕啊。你唔信揾我啊？跟住我翻嚟揸咩？唔使找，唔使找。嗰阵时唔知几蚊啫嘛，萝卜糕啲嘢系啊，几蚊咁啦，戆鸠啊，跟住啦，点啊？哇，我几捻开心啊！我知翻个比例。唔系，我试过咩啊？我试嗰阵时八年啊，八年。好捻开心啊！开心咗成日啊！屌，赚咗四十几蚊。喂，我八百蚊人工个比例，我代成四十，我代起码四十蚊贴士。系个比例啊嘛 ，percent 真系好捻多，几捻加人工啊！即刻 call 条女，礼拜六饮红豆冰，屌你啦！你死捻饮柠檬茶。即刻豪捻咗上嚟啦，两个人。